找妈妈吗？我怕她等一下会哭哎。啊？牧师刚才在顾项羽呢。哎呀哎呀，你醒了。快点跟镜头说嗨。他好乖哦，醒了都没有哭哎。啊，他是睡多久了？啊？他睡多久？不晓得。是不是爷爷要来抱吗？你醒来了，来，我起来，起来，哇！哇！哇！整个头好像洗过澡一样，哇！他流好多汗。睡饱了哈。嗯。是百灵姐姐。阿姨的啦。百灵阿姨。他刚睡醒在发呆。我说 ，Give me five。哎，这个手势不是 five。Give me a stone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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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可爱哦，你好像去游泳，大大的，好像去哪里游泳回来，睡到流汗。项羽的脚踢踢，这是我脚吧？好可爱，撸。